企业里长起舞，他肯定是在那个推墙，他在推墙过来了。跟你讲，没吃完金身，金身预定嘛。哇，这个魔术师，斗宗强者啊！我说是金身吗？一点金身的样子。他传送的话，他刚才打我一刀，应该在传。总感觉这个人扯不下来，这是个魔术师。厉害呀！我操，他不救我的吗？回血回血，可以。打尸体了，可以再打一道尸体。刷死了，保平局，保平局。
这娃娃就是个翻盘点，你看那个结石，大门都开了还在玩。不守时的吗？猜。没看见人，前锋，这边有个人贴模型了，结石。娃娃肯定在那边。守一下。不在，那在。在那个。海边。他是从海边过来的。哎。也不是啊。在风车那边。看见那娃娃的。完蛋！哎呀，真完了！他那个汽油刀。哎呦，弹气枪没了，真的糟心了。
这男人呢？这个人被救了就完了。我操！这他妈打了什么东西啊？这打了什么东西？也是溜了，啊，不是，那你们谁开门呢？结尸，那结尸开结尸，不好开啊。
还没开假门。没有张狂，人一下就摸起来了。这条是一直在开门，不开门到处摸人。这群应该死。
认真认真。连怪加15分。